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节食奇观。河南位于黄河以南，在河南有一个五羊榭。五羊榭的由来是在古时候的夏禹时期，因为鱼无水之肴，所以称之为五羊。由此看来，五羊榭的历史早在夏禹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一个重大的发现使得这一说法被推翻了。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河南的五羊榭连下暴雨，使得地面水土流失的非常严重。当时人们想要重整家园的时候，人们还在地面上发现了许多人骨以及远古时期的石器，之后又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土坑。直到考古专家们赶到的时候，里面的文物层已经遭到了巨大的损坏。其实早在这之前就有人发现了村子里面有远古时期的人类留下来的这个红烧土。于是在1983年到2001年的时候，考古专家们对这个五羊榭的这个小村庄里面前后进行了共7次的挖掘情况，一个巨型的甲骨遗址就浮现在了人们的眼前。在这次的考古中，人们发现了近千处的遗迹，发现了以人们目前所知道的5000年的历史更加久远的存在。而正是这一点的，就是在甲骨遗址中挖出来的甲骨刻符。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最早的文字就是在殷墟中发现的3500年前的甲骨文，而这个甲骨遗址中的这个甲骨刻符却将这一定论给彻底的推翻了。甲骨刻符上的字符虽然只有17个，但是根据碳14的检测结果推测，甲骨刻符早在距今7762年的时候已经是存在了，比甲骨文还要早了4000年。而甲骨刻符也成为了中国在考古界中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种文字符号了。甲骨刻符上的文字可以分为3大类，一种是在龟甲、骨器以及一些陶器上刻着的符号，这种符号是由多笔画组成的，上面的字符应该是特指的某些事情。第二种是在一些陶坠以及一些染料石块上面的楔形，应该是用来做记号的。第三种是在一些龟甲上刻着的划痕，像是用来计数的。甲骨刻符与之前发现的甲骨文以及现在的汉字有着相似的结构层，所以甲骨刻符也被人们称之为最早的文字。但是这一说法被这个西方专家否认了，因为他们认为甲骨刻符还不足以称之为文字，只能是一些字符而已。不过中国的专家
则认为甲骨刻骨已经有了汉字的雏形，是为汉字的演变奠定了基础，所以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外西两方的专家因此产生了歧义，对此你怎么认为呢？好了，本期的节日奇观到这就结束了啊！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评论、转发、点赞。